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，同中国自身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，实现合作共赢、共同发展，推动世界更加均衡、包容、可持续发展。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。2015年，南非约翰内斯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非洲做出了来自中国的承诺。我们决心抓住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历史机遇，推动中非合作全面发展。围绕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五大支柱，着力实施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、基础设施建设、金融、绿色发展、贸易和投资便利化、减贫惠民、公共卫生、人文、和平和安全十大合作计划，不断充实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。近三年来，在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下，政治上平等互信，经济上合作共赢，文明上交流。